居然见了一次面，有没有很激动？接下来我们要玩一个小小的游戏吧。大家觉得这个游戏之前已经给你们解过了，觉得这个游戏的难度系是怎么样？其实还好了。真的吗？这行我就这行，我跟他一起来，我叫吐了，真的太菜了，好吗？我这边先告诉大家我们玩什么游戏。对，这个游戏其实真的很简单，我觉得这介绍这个游戏只需要四个字足够，两人三组，懂吗？懂不懂？但这个两人三组的路线是这样的，我们从这个地方出发，然后绕到这个轨道这边绕一圈，算是第一轮，因为我们总共会分成三组一队，是三组一队啊，但是我看那边有滑轨，到那儿有点不方便，你要再增加一点吗？要不再啊？好吧，那就不下台，就不下台，就直接就下来。待会儿真的你再一摔倒的时候，我怕你这个耳朵啊，就掉在耳朵里去了。那好吧，我先来分组，好吧，先来分组。来，虽然我之前跟崔航的搭档不是不怎么样，但是我们已经找到诀窍了，就在那最后的几秒钟。所以我还是选择跟崔航一组。好，出来呀、啊！你们呢？崔航不愿意是吗？你，周俊，好，来，先走。那你们呢？魏哲呢？就他们俩吧。曹树宇跟那个富豪怎么样？如果选他，不对，如果选你就放他，要不要跟我一组？啊，不要。好，那自己选吧。你跟谁一组？你跟谁一组？你跟谁啊？你跟谁？这一位不要看。他跟这一位吗 ？OK 呢、啊？真的 ？OK， 真的好学我。行，自动跟莫文新。怎么？你很不情愿吗？你很不情愿。不要我情愿跟。出去。好，干嘛去了？好。愿意。怎么分组？中间 PK。中间 PK 吗？我们这队是 A 队。啊。好，你们这队是 B 队。我们要不取个名字吧？要取。取名字之后还要取一个非常响亮的狠话，狠话。如果不够狠的话，出去啊！好，取个名字，来，徐老师，想个名字。二人换队，想个名字。好，看我的愿望。好，我们已经想好了。跟他们商量一下，你这叫什么 ？OK。我们四个人，你们最好是。想好没有啊？我们蹭蹭的，真的是很慢。好了吧，最后三场上完了。OK。啊，你们先说，你们先说。好，我现在叫做囚犯过队。对，你好，对，你好。狠话呢？真的狠话，你们先说。你们先说。好，我准备就是，我是囚犯过。好，开始吧。麻烦我们道具老师帮我把道具上上来一下，谢谢。啊，这个是错了吗？哦，都是接力棒啊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好。我先绑一下腿吧。哎，这个，绑一下挺结实。哎，我看一下。好了吗？我们开始七秒秒。好，谁来起？接力棒。你们好了吗？你们好的话，你们先，那我们先，你们来喊谁？哎，喊开始，顺带加那个带，哎，干嘛？哎，对啊，我是第一个抽走的。哦，在这边吗？咱们就这个，知道吗？好，对，我们就走一个轮回，转一圈好吗？就一个轮回，绕舞台一圈了。不，就这样一个轮回。那都别走，起点是在那边吗？就这样来咱。咱们再同一排好吗？是，对呀、啊。是起点都在那边。那我们在这个道，那你们在这个道。那边有个标，有那地标的。那边往这边走。有地标，我们在这个道。哎，我们从那边往东哥。那有地标。好，我们开始了。好，谁来先？先这样。你们这个，你过来。你去那边怎么操作？你去那边。接力啊！来回接力。来回啊！好。
是一人一个来回，一人一个来回，来回一接力啊，来回，来回一圈，来回，来来回接，好，现在开始，对呀，你先来，直接都一起进行，直接接力嘛，好，行行行，好吧，开始吧，三，来准备啊，三，二，一，慢点，走，快点，好嘞，好，一波。香水，哇哦，六神香水，你也值得拥有，好吗？这个东西呢，我跟你讲，我肯定会喷，大家不用着急，好吗？因为我从头到尾才这么多次，我都不知道它到底是个什么香味，所以我今天我真的要试一下。其实我也很好奇，然后我要抠一下，我抠一下它，真的好好奇，对，很好奇。它是什么？燃情夏日，但现在已经快冬天了，我知道为什么他们会买这个夏日的东西。冬天驱蚊是吗？帮我看一下，好，包装特别特别的简陋，就跟那种，我真的一眼看不出来这东西到底是个香水，好吗？我家里面还有是那种小时候喷的那种糖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这是塑料的，塑料的，对啊，上面还写的马鞭子嘛，塑料的，好，没有用过。哎，它现在有点那种薄荷的香味，转成个花手，转成个花手。对啊，花手就是闻着很像那种，啊，我不知道怎么讲，因为我有没有吃过那种口气吸吸的，跟这个真的很像，牙膏味，牙膏味，对对对对对，那个牙膏味，好香啊，对对对，喷上这个之后，别人会以为你是一个非常爱刷牙的男孩，
所以这个礼物真的我就送得非常用心。假如有一天你忘上班的时候忘记了刷牙，这个东西解决一切问题好吗？来，我看一下这个东西，这个礼物我已经帮你拆开了，因为我想亲自解一下，所以抱歉，陈康。对，这个礼物是送给洋洋点儿，请问一下，这个时候你在哪吗？哦，今天刷牙吗？好，这里的礼物，好，谢谢。发现新大陆，你们突然被点到穴了吗？哦。我觉得让于苗再介绍一下这款。哎，我都送完了，你的怎么还没？蓝色的东西，哦，对，还没送你，怎么提吗？妈呀，我知道了，所以好像想喷是不是？因为有点香，因为不想刷牙。什么不想刷牙？啊，这一款是给，是分享给这个叫 Shiki 奶黄包。Thank you.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还有一位呢，这款是黑川南，是哎呦，哇，恭喜，给你，谢谢。大家尽量看可以吗？他因为这个距离确实有点高了，对，我手是贴着比较长，所以我们说你是正常尺寸的。来，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东西吗？其实这个呢，我之前有闻过，就是买过一个体验品，这个是那个大白兔的，至少比我这牙膏的要好一些吧？对，就是很甜，就是那种童年的味道。童年的味道，你都没喷，你怎么知道是童年？我喷过的。那现场拆开一包好吗？他悄悄喷过哎，不要现场拆开一包。你悄悄喷过吗？对啊，你来拆吧。对呀，拆吗？来，我帮你拿。喷过，来帮我拿下。哎，有个这个，我变长了。我跟你讲，大家如果今天拍到我手上指甲很长的话，请不要把它抛出去，因为我今天真的准备比较着急，然后我指甲往这边。所以我撕这个东西真的非常方便。没有，你应该是为了专门撕这个东西来，对吧？好，哇，很奢华的感觉。哇，这个包的比那个六神的要好很多哎。哇，你看他都不愿意出来。哇，哎，这是个好像也是一瓶塑料的。哎，是牧羊介绍，牧羊介绍。是这个有点尴尬，怎么？哎，不打，看看，怎么突然就让我介绍？哇，这个是包装的，我的妈呀，这是什么呀？一看就很高贵，好吗？那个好，牙膏香水好很多哎。我让我一下啊，我一下真的是，我喷过了，我真的不喷不知道，一喷吓一跳。转个花手，哎，好甜啊，好甜啊，三分甜，真的三分甜，三分甜七分糖，哦，好甜啊，哇，好甜啊，就是很经典的一股那个，对不对？真的，真的好像奶糖的味道啊，对，不要888，也不要998，这样，对，这个包装盒在很方便。我觉得这个包装还挺漂亮，好甜啊！对啊，好甜啊！整个舞台都是甜的。啊，我觉得推销的这个东西要先喷那个，再喷这个会好很多。来，怎么样？分享一下吧。其实这个包那么好，这个直接一瓶拿出去。没有，因为他拆的是。就留给我们。因为他拆的是。其实我这个我觉得应该要。因为他拆的是谁的？他拆的是傅允哲的。傅允哲的。所以他在这个吧，帮我拿一下。好，谢谢。笑死了。好，大家当时都没有看见过，我没有拆过这个东西啊。好，原封不动的送给这位林恩。林恩，好，林恩哪里？哦，这里，谢谢。好，我要送了。你要送，对。好，我分享给这位黄宇航的车厘子。黄宇航的车厘子，这个名字一听就很高大，这个名字一听就很棒。对啊，就跟我的花水一样。花水不是，哎，怎么叫花水的？它比刚才的那种就喷上去的那种香味好像要淡了很多。现在还说它是正常的香味了。快把这瓶也分享出去吧。等会儿去。啊，运哲先生，这个要送给傅小杰生日快乐，哪位？哎呦，哦，谢谢。好了，那么呢，这个礼物分享环节呢，到这个地方就结束了。接下来是什么节目呢？请看大屏幕。嗯，我们先走了，拜拜。